天，哎，这个也是，妹妹。这鸡腿咋卖呢？5块一个。来撒。我看看小 B 呀，你好。哎，我经常刷你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家卖什么的？我家卖花甲粉。可以，来个蒜蓉花甲粉。要不要辣椒？要。你经常看我，你不知道我爱吃辣子。是是是，你特别。有鸡锁骨吗？有这个。锁骨多少钱？15元一斤。15可以啊。半斤吧。小贝，哎呀，你好。嗯，咱这摊摊成本高不高呀？嗯，一年是2万多。一个月2000块钱，差不多。辛苦辛苦，加油。辣的。对，麻辣的，谢谢谢谢。夜市一定要吃炒细面，夜市不吃炒细面等于白吃。因物价暴涨，啥物价暴涨的？啥都涨。12块钱。你们那儿物价涨了吗？这会儿有清补粮吗？我小贝子。啊哈，你好。啊，看这啥东西？造墨壶。啊，你是咱福城人，见老乡了。好，好，造墨壶。你好。刷牛事情。是不是？记得给阿姨点点赞。叫姐姐。你的粉丝怎么这么多呀？都喜欢看你的视频。我幸运呀。你也想有这么多粉丝吗？我也想呀。好，加油，好好学习，长大了就有这么多粉丝了。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炒面。炒面，行行行行。看市场上人还挺有意思，叫哪家人都是你家卖啥叫你啥。炒面，炒面，清不凉，清不凉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紫葵夜市啊，这块儿的摊摊可太多了，好像据说开了几年了，北郊的一个神级夜市摊摊，12块钱一份炒鸡面，摊摊上写的因为物价暴涨，这大鸡腿吗？炸开花了吗？鸡腿是可以的，5块钱一个，是不是？然后花甲粉是13块钱一份，这么多的花哈在里面。花甲在里面，还有一个枣墨糊，我不是老想弄好的，5块钱。然后呢，清补粮是9块钱。我们来尝一口这个花甲粉，你们那儿有没有这种夜市摊摊？哎，你们那儿的花甲粉一份卖多少钱？有没有特别爱吃花甲粉的？啊，这个蒜绝了，炒得香香的。它的灵魂就是那个蒜蓉酱，是不是？搞一个大鸡腿子，剩下两个给小爽跟小雅一人一个。你们那儿的大鸡腿卖多少钱？酥酥的脆脆的，好吃。里面汁可聪明了，这卖5块钱就离谱。这个蒜，陕西的夜市摊上这个蒜，不管哪家，这桌子应该是统一配的。这么凉是海南一个特产，椰奶为底的，上面有好多配料。我是海南最想的就是这口，我可以不吃饭，喝这么凉，不齁甜。绝了这块。不要了，这股劲我原路看看看。不错，鸡腿好香，鸡腿必点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夜市还挺丰富的，好多夜市里面只有什么麻辣烫啊、炒饼、炒面、炒辣条，然后什么铁板鱿鱼啊、果仁面筋啊，但这个夜市你看，一眼看过去是不是贼丰富？哎呀呀！你吃什么呢？我吃
我吃粉呢，你在吃什么？你在吃香肠吗？哎呀，你的嘴油油的。爱我，他亲我了。他说爱你。哇，你好会聊，你多大了？五岁了。哇，你好可爱。爸爸妈妈在旁边吗？爷爷奶奶。啊，爷爷在哪里啊？啊，爷爷在那里。我害怕一个人跑出来，这胆子也太大了。我可以给小朋友擦擦嘴吗？来，阿姨帮你擦擦嘴。可以出镜吗？你喜欢出镜吗？比个心。可爱。又骗我生女儿。可以可以。好礼貌哦。跟视频上一样漂亮。谢谢谢谢。你可能想说比视频好看。谢谢谢谢。来尝口小雅的炒细面。夜市不吃炒细面是没有灵魂的。嗯，干香干香的炒细面就是西安夜市必吃，必吃必吃。一定是干干的香香的，炒的香香的，但是不油腻的那种炒细面才好吃。12块钱，虽然比前十面线都是10块到12块了，但量挺大的。啊，就是涨价可以，但是质量不能减，能提升一点就更好了，是不是？在这儿啊。嗯，就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可能未来不会去吃的很多很多很多，就是带大家去吃一些好吃的，然后呢觉得又干净又卫生又好吃性价比又高的东西推荐给大家。在这里就跟我的铁粉说一声，太多次的一个人在这里吃很多东西的话就不符合整个平台的趋势，我们后面也会减少这种画面的出现，但是还是会开开心心带大家去吃吃喝喝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把我看当成一个你身边的姐们，带着你去吃好吃的东西就完事了。早孟火早慢熬而成的，有点像银耳羹。好的银耳羹一定要是慢慢文火熬制而成的。哎，没想到一个小火能沉下心去熬早孟火啊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，喜欢小贝小贝点赞啊，下次再见。嗯，里面还有红豆，他喝的清不凉，还是好怀念我在海南喝的清不凉。你的牙还是好。哎，你们有看过小贝那期海大夜市的宝吗？我感觉那个摊摊挺像的，但那个规模超级大，那个将近2公里，全都是夜市。晚上夜市摊摊一出来，我直接封路的那种。然后呢，早上再恢复正常的交通。这个它是一个农贸市场门口啊，直接开辟了这么一个区域，是不是？我今天是薅了两个汉堡的羊毛。不然我每次点成手枪都能点2-3个，你们能吃几个手枪腿？开心心上大学，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好久没有吃炸鸡了，今天带大家去吃一个炸鸡可乐汉堡，开心欢乐三件套，我们去干嘛？ Go go go！ 后面是交大，大家知道吧？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我们又来啦！我要个菠萝鸡腿堡，上次吃那最好吃是吧？再要个香酥脆鸡堡、香辣鸡翅、卡居薯棒、无糖青柠可乐、巧克力圣代、后期鸡腿、手枪腿、手枪腿。好的啊。OK， 来先吃一个卡斯脆皮鸡腿。真是炸鸡真的是永远的神，那种炸鸡贼脆，然后里面汁水充盈，哇哇哇哦，又不有人，想不想吃？好，谢谢。手枪腿刚做好了，我赶紧把这个鸡腿吃完，然后立刻来吃手枪腿。你们最爱吃的是什么？吃中，这好黄哦，金灿灿的是吧？看可诱人了。给大家表演一个芋头一个小鸡腿。先吃圣代，圣代一会儿凉了，圣代一会儿凉了。八八八五，圣代是谁最爱？这玩意儿红糖，还有巧克力酱。哇哦哇哦哇哦，来了臭宝手枪腿。哇，
我在家都会点的，这个是个手枪粉。最好吃的肉，啊！你好，帮我放这里吧。我咋感觉跟无限续吃一样？又续上了一个小时。我今天是薅了两个汉堡的羊毛，不然我每次来感觉手上都能点两三个。你们能吃几个手枪腿？绝。等等等等，软骨都很好吃，吃满足了。好久没吃炸鸡了，是不是？你有多久没有吃炸鸡了？上次吃的菠萝鸡腿堡贼好吃，妈呀，惊为天人！就当时是最后一口吃的，我记得是。上次是我吃的。啊，上次是姐姐抢你的吃的了。没有没有，是我送给姐姐吃的。你经受了些什么？除了手枪腿之外，第二个爱就是它了。菠萝的甜跟这个鸡腿的咸香刚刚好。我要是个小朋友，肯定特别爱吃这个。谁爱吃这个，谁都是一个可爱的小朋友。这肉是硬硬的，都是汁，我感觉汁水在你嘴巴蹦出来。这个鸡腿堡跟闹着玩似的，它怎么没有生菜？是不是忘给我放生菜了？还是它本来就没有生菜？你要相信德克士的出品，应该就是没有生菜吧？不可能给我忘了放生菜吧？这个要干吧？菠萝鸡腿堡永远的神。还是手枪腿永远的神。那我们这期先吃到这啊，小朋友小姐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